十二题，如图所示，体积相同的铅球、铁板和铝块三个物体都进入水中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题目的叙述是问浮力，我们知道浮力一定是排开的液重，也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。我们全部都没入水中，水的密度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三个东西的体积是相同，它们都完全没入水中，虽然排开液体的体积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们所受浮力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三个物体所受的浮力一样大。